在运动控制和运动缓冲的领域里，与考诺一起探索和发现对质量和创新的热情吧。考诺总部位于意大利都灵附近的里沃利市，自2003年以来，集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，在世界各地设有办公室和工厂，涵盖阻尼器研发、测试和生产的各环节。以人为本是考诺的核心价值观，除了为员工提供福利，还在办公区附近设有活动中心，方便员工进行运动和娱乐。2019年，集团加强以员工和客户为导向，对办公室和服务系统进行了翻新和扩建。考诺是一个促进团队合作、开始长期职业之旅的地方。研发中心是创意变为现实，考诺拥有一支技术娴熟的工程师团队，致力于开发创新产品、构建模型，并为从未有过阻尼应用经验的行业提供适合的产品。2016年，集团收购了模具厂 Fish Stampy。通过此次收购，考诺能够更好地对产品及精密公差进行控制，以满足客户的需求。每当研发团队发布一款新产品，会发送到模具厂进行制模，模具完成后会被送到第三工厂，在那里进行所有零部件的注塑。最后，阻尼器在第二工厂的全自动装配线上完成组装和检测。相对于同类产品，考诺阻尼器在高速和极端温度下的稳定性更高，耐久性更强。产品100%都经过了质量检验，每年向30多个国家发送近1亿只产品。考诺的服务涵盖从研发到生产的整个流程链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运动控制和缓冲产品的全部支持。Cultraro keywords are innovation, flexibility and quality. 这就是考诺，您下一个创新项目的完美合作伙伴。考诺，阻尼的创新。